早认识我孩子都是。可是我觉得跟他送的礼物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他的女朋友在挑刺。是吗？他挑刺的这种程度已经是不爱他了，所以你不要以为就是你送礼物没送对，这个以后情人节就不过了。对，我觉得你以后一定要更留心你的女朋友是多大尺码的脚，这样可能以后的情人节会更精彩一些。可是我是觉、好了，可是我因为我是觉得说。生活当中不见得每天都是那么轰轰烈烈的，不需要，只要情人节轰轰烈烈就好了。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单是那一天要轰轰烈烈。张鹏，我告诉你什么叫节日。节日就是一群人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，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开心更加的愉悦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不做？这样我问一下大家，我包括我们这边的，哎，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不是节日你们过得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我再想请问现场的和对方的朋友，如果说有一个节日能够让你们的生活更开心的话，为什么不？我们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需要，对不对？挺好，我可爱参加这种辩论了哈。这边是我们的浪漫情人节，这边是我们的平淡214啊，反正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两边的想法不一样。场上气氛太紧张了，我们搞一个小游戏来看一看何方神圣。孰是孰非，暂无定论。双方嘉宾各施绝技，让人眼花缭乱，无限精彩尽在你好，达尔文。真棒，太棒了！谢谢，辛苦啊！